琴晚到旺角視察嘅監警會委員張大明認為衝突情況有改善，但對未來情況仍然感到憂慮，建議政府要做實事。都睇到咧，真係整體上咧，無論係一啲嘅示威者，或者你唔係當佢示威者行街者，同埋警方咧，我覺得係雙方咧嗰個整體上都係高度克制嘅。 我就冇乜點樣再聽到咧，係太過惡毒嘅攻擊警方嘅嗰啲嘅粗口啊、言語嗰啲，係我冇點樣聽到。始終解鈴還需係鈴人，就香港政府咧，佢一定要做啲實事咧，係去回應市民嘅訴求嘅。即係成日都講，你可以令到班市民喺街頭消失，但係你唔可以令到香港消失啫嘛。你唔去處理嗰個人心嘅問題，而最後咧，依家好似咧。 特區政府自己唔做嘢，但係就將警隊咧就做咗磨心。